林尊，我自己都觉得烦，但是我还是想问，这次我一定要向师姐表白，但是我又不敢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啊？我，真的不好吧？我能不能换个方式？我。 你又烦了，你是一只神兽，有点耐心好不好？跟我一个凡人生什么气啊？